这里是中文播客的高级课程，我是朱琪。大家好，我是娇杰。那今天呢，我们又要回到从前，回到几百年前的中国，看看那个时候皇宫里一个太监的生活了。话说上次我们说到小太监小顺子发现了一个阴谋哦，然后这个阴谋到底是什么呢？他今天好像就是要利用这个阴谋去威胁一个人。对，那我们赶快来听听他怎么威胁的。奴才小顺子求见。哟，是哪阵风把宫里的大红人吹来了？容娘娘吉祥，您能不能让宫女都回避一下？有什么话不能光明正大的说？娘娘，此事非同小可。好吧，今天本宫就给你这个面子，你们都退下吧。是，现在可以说了吧？娘娘可曾听说过一味叫红花的中药？我又没学过医，怎么知道？没关系，您可以去问问姜太医，他可是位了不起的神医呀。我去问他干嘛？我又没病。恕奴才无礼。容娘娘，您是真糊涂呢，还是装糊涂呢？放肆！你也太嚣张了，有话直说，不说就给我滚。皇后的龙凤宝胎汤里被您的义父姜太医多下了一味红花，导致皇后至今……胡说，你这该死的奴才在这里造谣生事，本宫非让皇上杀了你不可。奴才现在更担心的是娘娘的脑袋，我这里就有一包从太医院拿来的药，铁证如山。什么？你想怎么样？容娘娘是聪明人，应该能听进去奴才的建议。您只要办好一件事，我保证您什么事儿都没有。不过娘娘似乎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你敢要挟我？不敢，不敢。哎，既然我有把柄在你手里，你说吧，到底要让我办什么事儿？您不是不喜欢皇后吗？干脆想办法除掉她。这恐怕难度很大。奴才相信您有这个能力，况且这么做对您也有好处。那小顺子就先退下了，奴才等着听您的好消息。娇姐，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学到了很多很有效的威胁别人的方法？虽然不太好哦。是的是的。好，那同样在这个系列里面呢，我们能听到很多俗语是可能几百年前在中国大家就用了，一直到现在都还在现在还很常用的。对，比如说这一句话，是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那对话里面呢，这个容娘娘是对小顺子说的，她说是哪阵风把宫里的大红人吹来了。那哪阵风把什么人吹来呢？它有两个意思。一种呢就是没想到这个人会来，很惊讶，
对，而且你是蛮高兴的他来了。对，也许是一个惊喜。对，比如说娇杰突然到我家来了，诶，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啊，对，你没有预料到。对，那么对你不喜欢的人呢，也可以是讽刺。哦，是不希望你来，你怎么来了。对，好像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你没有原因没有理由应该到这里来。对，好的，是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嗯，那小顺子是要来威胁他嘛，所以是个秘密。 对， 对，所以小顺子怎么要求呢？他想让宫女回避一下。嗯，回避一下。嗯，这个意思是回避呢，就是让开躲开。嗯，就让这些宫女退下去。对，是我要说那个那个不想让别人听到的话的时候，我就说。没错，而且这是比较礼貌的一种说法。嗯，比较礼貌。嗯，是哪怕现在比如你想说什么比较隐私比较秘密的事情，不想让某个人知道。嗯，你可以就跟他说，哎，麻烦能不能回避一下。哎，对的，还有在法庭上也会用到这个词，比如说跟案件有关系的人他需要回避，不能直接参与审理案件。嗯，哎，那回避跟另外一个词逃避。嗯，在让开躲开这个意思上他们有一些是比较像的，但是搭配还是很不一样。哦，那娇姐你跟我们说一些不同的搭配吧。哎，比如说我们说逃避现实。嗯，逃避责任，逃避问题。哎，对的，听起来逃避就是你故意想躲得很远很远，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哎，那么回避呢，嗯，它也可以加宾语，比如说我不想说这个问题了，所以我就故意回避这个问题。也是回避问题。这个时候它的意思就是我也不想去碰。对，但是我们不能说回避责任，回避现实。对的，而且我们可以说回避一下，不能说逃避一下。嗯，好的，这个大家还是要分清楚。嗯，可是荣娘娘说为什么要他们回避呢？有什么事儿不能光明正大的说？哎，光明正大呢就是不回避外人。言行很正派很坦白。对，不需要偷偷摸摸的。没错，那光明正大我们还可以说正大光明。嗯，可以说正大光明。嗯，你可以说我做人光明正大或者正大光明，意思就是我没有做过任何不好的事情。哎，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嗯，是的。但是小顺子说，娘娘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哎，非同小可呢就是跟那些小事情不一样，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也常常说啊，这件事不得了，非同小可。哎，对的。嗯，它呢也算一个成语，但是是日常生活中很常用的成语。对，好，那当然后来我们就听到小顺子把这个阴谋说出来了，他说他已经有证据是荣娘娘做的坏事。嗯，对吧。嗯，那他后来有说到一句说，娘娘恕奴才无礼。哎，那么恕呢就是原谅的意思。那奴才其实就是古时候这些太监啊或者佣人。哎，自称称呼他们自己。对，奴才。嗯，这个恕奴才无礼就是请原谅我没有礼貌。对，原谅我没有礼貌，不尊重你。嗯，那这个还是比较书面或者说古代用的比较多的一个说法。哎，对的。现在我们也会听到恕我直言。啊，对。嗯，就是原谅我说话这么直接。对，原谅我就直说了。哎，好，那荣娘娘不原谅他，不饶恕他。荣娘娘很生气，她说放肆，你也太嚣张了。哎，对，那么放肆呢就是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什么顾忌。嗯，不管是在什么身份地位的人面前。对，所以放肆的意思呢，它就是你常说不该说的话，然后做不该做的事。嗯，这是非常放肆的行为。哎， Greetings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Chinese Pod Trivia. Our first question is, how long will it take you to become an intermediate Chinese speaker using the Chinese Pod app? Is it A, the rest of your life? B, you should already be an intermediate speaker? C,3 months, or D, Chinese Pod has an app? You should already be in. Ooh, that is incorrect.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3 months. That's right. Head over to ChinesePod.com now to register for your access to over 4,000 lessons. Get the Chinese Pod app now on Google Play or the App Store. 那么还有一个嚣张，它一般是形容那些恶势力啊、邪气啊这些很不好的东西。嗯，他们很霸道，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对，就是要别人听他们的。对，所以嚣张是一个非常贬义的词，通常是形容不太好的人，坏人，然后态度还非常的不讲理，好像觉得自己是大王一样。对的，非常嚣张。嗯，那有的时候在工作场合，在公司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嚣张的人，比较嚣张的同事。哎，那么很嚣张的人大家都是不喜欢的。没错，不管他的能力有多强啊。对，那容娘娘她这样骂小顺子呢，就是因为小顺子非常放肆，在指责容娘娘干了坏事儿。所以容娘娘说小顺子在造谣生事。说他在造谣啊。造谣的意思就是制造谣言，就是根本没有这回事。对的，你捏造那些没有事实根据的事情。造谣。那这里生事就是来诱发，来对引起了一大堆的事。叫造谣生事。造谣生事的人呢，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工作中也有。对，那你说这种八卦杂志算造谣生事吗？我觉得也算吧。但是这就是他们的职业，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好像大家也习惯了啊。他们是靠造谣赚钱的。对，但是这里小顺子呢，他就说了，我不是造谣生事，因为我有证据，而且铁证如山。铁证如山啊，这里有两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一个是像铁一样，还有像山一样。对，说明证据非常充分，非常充分，而且你扳不倒我。对的，非常牢固的证据啊。铁证如山。那小顺子就是拿着这样的证据，铁证如山的证据呢，就要去要挟容娘娘。要挟呢，就是利用对方的弱点，利用对方的错误，强迫对方答应自己的要求。那这个跟威胁有什么不一样吗？威胁呢，就是让别人害怕，但是他不一定要利用对方的缺点错误。但是要挟就是你要利用他自己犯的那个错误，然后让他为你做一些事情。对，这个叫要挟。那其实你所掌握的这些东西就叫做把柄。对的，把柄呢本来就是那个，比如说我们炒菜的那个锅。对，前面有那个你手握的地方叫把柄。那个比较容易握住，后来他就用来比喻被人用来攻击的过失和错误。反正我觉得把把柄和要挟放在一起来学习，一起来记，这个意思就很清楚了。对，比如说我有把柄在你手里，所以你来要挟我。对，比如说我有证据你贪污了公司的钱，这个就是我掌握你的把柄。对，我手里有你的把柄。对，然后我要挟你一定要分我一部分钱。好，那每一次这个系列啊，小顺子都会遇到一些非常有戏剧性的事情。小顺子用他的聪明才智为他的主子服务。但是他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他会不会有好的下场呢？不知道。我们还是再来温习一下今天的对话吧。奴才小顺子求见。哟，是哪阵风把宫里的大红人吹来了？容娘娘吉祥，您能不能让宫女都回避一下？有什么话不能光明正大的说？娘娘，此事非同小可。好吧，今天本宫就给你这个面子，你们都退下吧。是，现在可以说了吧？娘娘可曾听说过一味叫红花的中药？我又没学过医，怎么知道？没关系，您可以去问问姜太医，他可是位了不起的神医呀。我去问他干嘛？我又没病。恕奴才无礼，容娘娘，您是真糊涂呢，还是装糊涂呢？放肆！你也太嚣张了，有话直说，不说就给我滚。皇后的龙凤宝胎汤里
被您的义父姜太医多下了一味红花，导致皇后至今……胡说！你这该死的奴才，在这里造谣生事，本宫非让皇上杀了你不可！奴才现在更担心的是娘娘的脑袋。我这里就有一包从太医院拿来的药，铁证如山。什么？你想怎么样？容娘娘是聪明人，应该能听进去奴才的建议。您只要办好一件事，我保证您什么事儿都没有。不过娘娘似乎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你敢要挟我？不敢，不敢。哎，既然我有把柄在你手里，你说吧，到底要让我办什么事儿？您不是不喜欢皇后吗？干脆想办法除掉她。这恐怕难度很大。奴才相信您有这个能力，况且这么做对您也有好处。那小顺子就先退下了，奴才等着听您的好消息。前几期的小顺子啊，我记得我们常常在解释一些古代的宫廷语言。对的，但是一些宫廷语言现在我们是不用了，但是我们的课文中也有很多到现在还很常用的俗语成语、有用的词。对，特别是根据这个课文的发展，像今天我们就学到了很多可能是不太好的，但是有的时候也必要的要挟别人的话。对的。好，当然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欢迎你上网到 ChinesePod.com。 那今天我们的课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再见。As usual, ChinesePod provides an extensive selection of learning materials for this lesson on its website, www.chinesepod.com. You can access this lesson directly with the lesson number 1249. So just go to www.chinesepod.com/1249 and you will find a transcript, vocabulary, and much more. The link again, www.chinesepod.com/1249.